你怎么丝毫不觉得意外？我要的就是这些。那你不早说？我如果开始呢，让你去讨债，你讨不到钱肯定会多跑几家。如果我从一开始就告诉你要这些清债的凭据，万一你偷懒耍滑怎么办呢？哦，哎，啊！ 冷静啊，我明白，下不为例。出去！好说，好说。快点！